啤梨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梨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今日法庭有一单新闻，我真觉得好奇怪，但我冇得去估，因为知道就咁多。就系旧年咧七月，即系一年多以前啦，有四个惩教处嘅二级助理。分別係23歲嘅黃朝峰、27歲嘅鐘浩林、31歲嘅麥潤良同埋29歲嘅袁家忠，佢哋四個人同被控喺舊年嘅7月9日，喺尖沙咀美麗都大廈某單位強姦女子阿 X。警方咧稍後咧就拘捕咗本案7人 ，OK。咁就有三個咧就係冇起訴嘅 ，OK。另外呢四個咧就起訴。呢四個被起訴的人咧，就頭先我所講咧，就琴日法庭咧，律政司嘅代表上法庭就話，由於事主即係被強姦人決定唔作供 ，will not testify， 認為既然事主唔作供，冇達至定罪機會，所以決定對四人撤控。佢哋四個人嘅法律代表當然唔會反對啦，屌計唔會反對啦，唔通律政司話撤控嘅話唔撚得，屌你啦！我當事人同意係要撚撚嘅，冇撚理由㗎。裁判官咧曾宗耀咧就下令撤控。好啦，記者就向傳教處查詢，喂，呢四名二級助理會唔會被停職啊？又會唔會因為撤控而復職啊？又會唔會向四個人展開紀律程序啊？處方回覆時就梗係話有關。人員的復職安排會按既定機制處理，而警方就回覆話：喂，事主不作供，咁我哋咪撤控咯。至於其餘三名被捕的人咧，其實早已經無條件釋放啦。好，咁咧你個後生仔咧，你執翻身彩啦，有做冇做都好，係嘛？但係事件啊真係好奇怪，舊年7月被強姦，警方拉嘅人，好啦。終於咧排期，去到啊，琴日正式進行提訊啦。事主就話喺一年之後，佢唔會作供。嗱，呢個唔一定係代表有人威脅佢或者恐嚇佢，但係如果當事人喺件事成年啦，喂，佢覺得件事。因為嗱，對精神受創、肉體受創，或者嗰個每一個人個接受程度唔同嘅喎。如果成年，甚至乎我個客觀環境都改變咗啦，我以前冇男朋友，而家有男朋友。以前我覺得好撚痛苦，覺得呢班係冚家產嚟嘅，但係唉都成年啦，又要上庭咁撚麻煩，又分分鐘要憶述多一次。咁我已經唔係向即係嗰個話有冇咩人恐嚇佢啊？屌唔好咧搞咁多嘢啊！屌你都唔係好撚好玩嘅啫，我唔向嗰方面諗，因為呢個如果係切膚之痛同埋切頭切尾，屌你四個人輪奸你喎，屌你你竟然唔作供，嗱我相信律政司咧，嗱我只能夠咁相信啦，一定係會有同佢周旋，喂屌唔係喎，你如果唔作供，我哋冇得搞喎，佢係好堅決嘅，點解會唔動搖咧？真係執翻身彩啦！我真係覺得，我覺得咁樣突然間成年之後咧，竟然會唔作供，因為呢啲咧，如果嗱，你話唔係，我係濫告嘅，我覺得真係有到警方去查喎。點解唔作供？點解要體諒啊？刑事罪行嚟嘅喎。你警方有冇即係去說服下佢上司？係。當事人咪咁樣，即係會咩做走嗰啲咩嘅喎？就 anyway 啦，而家你執贏啦呢幾個，雖然佢哋就算真係告上去都未必被定罪，咁但個名我開撚曬啦，係嘛？懲教處紀律聆訊，我諗復職都似，你問我信唔信啦？自然復職啦，原職復職啦。好啦，嗱，印度呢單法例，我唔講印度嗰度住先。
我哋講翻呢個廣西經建呢個玉塊插牆釘件事。嗱，其實呢單嘢 cap 出嚟咧，係第一張圖咧，係澳洲有啲人 cap 出嚟嘅，我自己接觸嘅，好似係2011年定係總之幾年前嘅。我哋睇下張圖先。嗱，呢張圖咧就有人喺廣西度食排骨湯。咦？屌你老母！點解有啲鍋釘喺度嘅？係咯。O K， 好啊，再去。下一張係咩鍋釘啊？嗱，我哋俾埋你鍋釘你。嗱，呢啲咧係一啲啊做醫療手術嘅鈣金屬 ，OK 啊嘅鋼釘嚟嘅，翻翻嚟。即係話咧，我哋有陣時咧，有啲人咧咩斷骨啊、傷咩，就釘口釘落去，即係螺絲啊，所謂。好啦，咁呢啲咧因為無色無味、穩定性高，而且抗腐蝕，對身體人體無害。所以咧，廣泛係用喺醫療手術嘅啊。咁好多根據資料話，好多骨科手術嘅鋼釘同埋支架咧，都係用呢啲咁嘅鈣金屬打造而成嘅。由於佢貴啊，所以咧一般嚟講係唔會出現喺動物手術入邊嘅。所以就網友紛紛猜測影片嘅排骨湯其實係人肉湯咁講。好啦，嗱、網上面鬧到沸沸揚揚，但目前就冇單位出嚟講或者開始調查喎。嗱，好奇怪呢單嘢。點解咧？呢啲單嘢咧，如果係幾年前嘅，而家炒翻出嚟當然冇意思啦。但係咧，呢單嘢喺上面都好撚 hot 喎。咁點解咧？係咪幾年前定係食住而家嗰個屌你老母閪呢個整啲咩偷牙骨啊？咩同種異體骨啊？同種嘅異體骨啊嚟炒作咧？嗱，我覺得幾樣嘢，你點樣諗啊？呢單嘢？真係惡作劇都得㗎，係可以係啊，但係有我都覺得都唔出奇。咁你屍體都可以咁，你如果而家屍體嗰單嘢，你就發覺係一啲都唔出奇啦。偷屍體差唔多，個成本好低喎。唔係佢仲要賣咁撚平喎，屌你老味！嗱，你話會唔會係動物咧？我覺得好撚少可咯。就算係動物，咁一定係寵物啦。佢好撚錫都係寵物，你先會肯定有呢嚿錢。咁有冇人無聊到？大家諗下無聊到，屌買嚿排骨翻嚟，豬排骨，屌你都揼口釘落去，煮撚熟又放張相俾你睇。更加唔會啦！啊，屌你老母！問你驚未？你諗下喎，即係偷屍體嗰單嘢咧，大家應該知啦，好多都講過曬啦。你諗下，為咗賺啲咁嘅錢，嗱有一啲啊，即係佢好撚嗰個 wing 草大啊！有啲咧就賣萬幾兩萬蚊一具屍體，有啲啊屌你老尾賣幾百蚊，點解？佢幾百蚊嗰個屌你老母就將佢賣咗俾嗰條友，嗰罪犯啊，嗰條友又將佢賣俾嗰啲，就賣幾二萬蚊，佢都唔使收屍體，來源自醫院啦、殯儀館啦，你話幾撚冚家產？嗱，踢嗰個叫做譯咩啊？即係踢件事出嚟嗰個律師啊，第一個吹哨者又咁個聲啦，點解要咁呢個吹哨者聲？點解呢個世界咁撚樣啊？你話呢單嘢屌你老母！如果有人咁都做得出嘅，你話會唔會涉及即係你知大紀元嗰啲一定係報道到咩咩器官㗎啦？佢未必得，因為已經死屍啊嘛，嗰啲官嗰啲屍未用到啊嘛。但係諗下，如果偷屍體嗱，佢而家偵查嘅報道咧，去到咧就只不過目的係咩咧？就攞你啲骨出嚟，即係點解啊？喂，屌你老母！譬如嗰間唔知乜鳩嘢殯儀館啦。屌你咪收幾萬個人喎！企咁咁多年以嚟，啊喂，屌你老味，撳個掣落撚咗去個屍體落撚咗下面。嗱以前咧開個蓋，屌你乜個火爐，你自己噶嘛封棺撳個你自己撳掣落去，咁真係燒啊嘛！佢而家唔係，一落到去你睇唔到啊嘛，佢求撚奇，屌你老母閪！屌你老味，洗衣粉又得乜撚都好啦，都唔使洗衣粉啦，佢求其燒啲灰出嚟，乜撚都得噶，乜撚都得噶喎，屌你筆啲俾你，屌你先人，你戇鳩鳩喎，好啦，然後將你嚿屍體咧，喂，將啲先人屍體咧，大卸八塊，點解大卸八塊啊？因為佢啲肉啊器官啊，我唔知有冇其他用啊，冇撚用啊嘛，屌你老母唔撚要啊掉，淨係要啲骨，啲骨咧再將佢製成製所謂頭先咩銅咩咩。同種異體骨啊！嗱，咁我哋如果唔係呢單嘢爆出嚟，我哋都唔知喎。原來呢啲骨咧好撚有用嘅喎，我呢啲同種異體骨咧喺好多方面有用，特別喺牙科或者其他好多手術。嗱，譬如你做手術，譬如啊，哇，屌你老母，我要搏骨，
剝骨，啊有個位，哎呀你蝕撚咗咩喎？個頭腦啊，譬如有個窿，你要揾啲咧骨，用呢啲骨將佢做成製品，即係可能變成粉啊，再做成一啲膏狀啊，去切割啦、啊，即係我哋唔識啊，就填落去，因為同種啊嘛。嗯。又咁你唔同體啊嘛，佢就冇乜排斥嘅。嗯。好啦，特別係我哋做假牙啲牙托啊。嗰啲咧，嗯，就係大量需要呢啲咁嘅製品，嗯，咁點解呢啲製品咁貴咧？因為你冇咁冚家產品屍體去做啊嘛，你用其他方法去做，譬如話真係要去提煉一啲嘢接近你人嘅，咪好撚貴咯，嗯，喂，最撚簡單啦、啊，原來屌你老母，咁樣咪平，咁啊於是乎有生意咯，嗯，呢啲喂老實講，嗱我哋撇開道德咧，喂係我哋中國人諗到咁撚咁撚絕嘅咋。人哋屌你老母諗諗嚟諗去點解咁貴啊？哦，原來佢個牙托定唔知乜撚嘢咧？喂，屌你老母，你唔通真係整屍體去咩？你用二種得唔得？得，但係可能會排斥啊，冇咁好用啊，即係硬係冇咁好用嘅。屌你老母！而家咧，所以咧，即係大家諗咯，大家中意我都即刻啦。我琴日睇完呢單嘢咧，即刻我同阿十五姑去講，喂，屌你老母，阿常燕嗰張卡啊，人哋問即係啲牙醫卡，你又俾佢啦，唔好主動俾，即係屌你費撚事俾人秒啊！嚇、啊，老實講。即係嗱，即係我公道啲講，我而家知道呢啲咁嘅信息咧，我又唔覺得佢一定會用嘅。咁但係咁撚平喎，人哋兩皮嘢，屌你咪3000喎你，嗯，係嘛？大家諗諗咯，咁樣都做得出。嗯，如果咁樣都做得出嘅，有啲位置，屌你咪有啲人嗱，未必係嗰個偷骨嗰個人喎。喂，唔好撚嘥啦，拎埋去賣。嗯。喂，中國真係唔撚奇喎！唔奇我覺得，係嘛？即係未必一定係，但係以我哋我哋個國情，我真係覺得唔奇。頭髮豉油、地溝油乜都有咯。屌你老，你冇嘥啊嘛，係嘛？大家睇多次，睇多次。係啊，頭先嗰張，你真係覺得各位網友有乜嘢動物隻腳斷撚咗，你會打開咁樣嘅鈣金屬釘落去？好撚恐怖，係嘛？你話無聊都唔買，可能專登打口釘落去，屌你老母，你係黑鬼咯！會唔會咁撚無聊咧？即係我真係唔夠膽講。所以各位網友啊，翻嚟正啦！我同大家講，我啤你留港見港，梗係有原因啦。嗱、所以呢個禮拜咧，禮拜四咧，嗱、我仲喺香港嘅，我決定咧都要做少一集呢、這、一個，做少一集呢、這個同途萬里人先得，點解啊？唔係啊，呢啲正咯，因為我好多嘢要講啊。唔係，我要做同途萬里人，但我唔係由佢做主導啦。等我咧，我介紹下咧，因為我喺網上面咧見到人哋介紹咧30個中國必去嘅美景啊，都唔係佢介紹嗰啲地方嚟嘅、反而 OK 介紹到嘅。好啦，屌你老尾人肉排骨湯啊，冚家產！嗱呢度最後呢單新聞真係要講啊，連印度人都覺得好撚奇怪。喂，我真係覺得咧，呢啲咧真係大鑊啊！呢、這個世間上咧，嗱，所以話點解不能夠萬事管？其實我哋盡量係我自己，你問我啊，我盡量認為咧，拿咗框架咧，管公司又好，管國家又好，就盡量咧俾人哋自由發揮係最好嘅，好嘅。因為有啲嘢管唔掂噶嘛，好似單嘢出發點嗱，你唔好講出發點，出發點永遠係好嘅。印度女權問題經常引發國際關注，為咗保護女性咧，總理莫迪7月初即係上個月啫喎，引入一項新刑法，就係、是。如果男子向女性承諾婚姻，並藉此去發生性行為，即係呃蝦條啊！簡單啲講，事後反悔嘅話咧，最高可以判處10年監禁。嗱，老實講，我哋香港都有個法例嘅，用不誠實嘅藉口嚟誘發人哋發生性行為，但係即係特區政府好少用啦。好嗱，而家呢個點樣咧？總要10年喎。美媒話，根據新刑法，如果男性承諾同女性結婚，但未有履行承諾，或者透過虛假嘅承諾，職業發展即係話嗱，你同我搞，我就同你升職啦，或者用假身份，要我話俾你聽，我就阿里王子啦，去誘發女性發生性行為咧，將會面臨嚴厲嘅懲處，最高可處10年嘅有期徒刑。嗱，大家留意一下，其實女人咧真係唔係你哋講到咁撚巴閉嘅，女人咧係幾撚物質，女人咧係幾有目的。原來你最容易發生性行為咧，即係氹到個女仔咧，就係第一同佢結婚啦，呢個當然一個目的啦。第二就係承諾會升職啦，或者職業發展啦，我俾張單你。第三咧就係用假身份，你唔知我係邊個？哇！你唔知啊？你唔知啊？啤你哥啊？
啤梨哥好勁噶，屌你拿督嚟噶，即係隻喺屌你咁隻手遮天啊！喺馬來西亞，佢隨時啊，屌你都可以，屌你個上次我見到佢啊，屌你咪篤一篤個鼻啊，屌你咪嗰只牛啊死撚咗啦，咁撚樣嘅喎，條女話咁撚勁，即係呃鳩人，所以咧，即係大音樂啦，我哋屌你老實講咧。你去呃蝦條，多數都要呃話明呃啦，係咪？喂，你真係好靚，我真係好撚想同你搞一搞啊！咁嗱，你要咁樣講咯。但如果話你係咪真係中意我？咁你點講？誒，唔好講呢啲啦。唔中意你，如果唔中意你啊，點會想同你搞啊？我就要你答我，你中意定唔中意？佢係要你講喎。喂，你真係好撚大喎！最後你都係咁對唔住啊，著翻條褲啦，唯有。啊、你話同你上個月話會同我結婚係咪啊？嗱，我上個月同你，我上個月同你話結婚係，我冇講錯。我而家都想係同你結婚，但係我希望你唔好將我想同你結婚件事拎噏我哋今晚我想同你搞嘢係冇關係嘅，因為如果唔係你又賴嘢嘅喎。屌你老母真係冇黐撚線啲啊！嗱，印度社會過去有相當多女性被騙炮嘅案件。由於印度社會普遍對性保持保守態度，非常重視女性的性操呢啲多撚魚咧，對唔少人嚟講，婚前性行為同埋婚外情都係禁忌嚟嘅。任何不檢點嘅行為都可能令到女性更加難揾到分配嘅對象。因此，唔少印度女性曾經因為男性利用婚姻承諾發生性行為而將對方降告上法庭。嗱，你搞撚完我，唔撚屌你老母，同我結婚，跟住我嫁咧。屌你冇落紅咧，我就分鐘俾人退兩蚊啲牛啊！即係諸如此類噶嘛。OK， 呢個類由於呢啲個案難以證明，而且界定模糊，印度法院喺過去嘅判決咧就成日自相矛盾。例如印度最高法院2019年就對一個男子喺分手後被控性侵案作出無罪判決，理由咧係種性差異，雙方都知道要結婚係有明顯困難噶啦，而你仍然維持關係嘅話咧，係女性自願維持關係嘅。呢個最高法院咁判啦。與之相反咧，亦都係2019年喺另外一單案入邊咧，一個男子因為背棄婚約嘅承諾就被判10年監禁，顯示到司法系統對承諾婚姻嘅案認定存在唔同嘅理解。亦都係2019年發生另一宗案件，一個男醫生喺日就用婚姻承諾發生性行為之後，跟住改娶另外一個女人，而又係被判處10年監禁嘅。佢話其實連印度司法界人士都話：喂，其實呢啲咁嘅案聯法官都覺得困惑喎。咁而家咧，仲有就新嘅法例啊！喂，你連除咗事後反悔之外咧，用虛假職位啊，即係職位發展啊，虛假身份都賴嘢，屌你老味！我真係咁講咯，正正經經真係啦，屌你老母閪！屌你去叫雞好過啦！嗱，頭先有網友話咧，即係講開改名啊，就譬如我哋話，屌你老母民建聯啊，以後冇叫劏房啦，好撚容易解決啊，共享房屋。咁啲網友話，屌你老母叫雞，咪共享老友，其實叫雞一早有啦。屌你咩PTGF 啊，咩中文嘅咩援交啊，講乜撚嘢啫？咁嗱，我冇歧視啊，但我好唔中人哋唔面對自己咯，即係。雞就係雞啦，雞有咩分別？唔係啊，佢金魚嚟噶，佢唔一定搏嘢噶，唔一定搏嘢，會唔會搏嘢？喂，媽咪，喂，演嗰個妹邊個嚟噶？喂，唔係又係咁啊？話俾你個，次次都係咁，我好難做啊！人哋新翻工啊，人哋做 DJ 嘅啫，佢叫 Macy 啊，嚇又做 DJ。你唔好成日咁樣啦，俾你咁多女，點解你係要我難做啫？上次已經俾你溝咗 Cecilia 啦，嚇！但係隻眼咧，佢一啲都冇俾住喎。喂，唔好講咁多，叫阿 Macy 入嚟坐下先啦，嚇！喂，屌你老母！你又話做咩金魚啊？又話做咩 DJ 啊？最後，喂，屌你啦你，今晚陪下我啊！啊，可以的，你有什麼不可以啊？啊，你看，跟住拎1000蚊出嚟，唔夠2000蚊出嚟。啊！我沒有什麼，我不需要你當你是知啊，但是我真的很喜歡你，希望你陪我一晚，但是我又沒有什麼特別的禮物給你啊，
我就只能夠堅持一年，你遲些買料啊，效不效啊？佢唔答咧，唔答你唔好再問咯喎，即係一定要唔理大效咩？拖咗又行啊，你孤痴啊，大隻腳跟住你喎，孤腰啊，跟住你，你有關事啦，咁咪拖住咯。入到房，一入到房老打啦，我打 K 輪都上爭下炒啦，係嘛？然後搞撚完啊，仲要帶佢落去啊，屌你老母閪，食咩啊？沙窩粥啊？點解啊？俾其他人啊，或者啲 friend 啊睇下，屌你老母有什麼？屌你老母金魚啊？什麼？哎呀，唔係個個做嘅，屌你老母閪，唔好講呢啲啦，講真，劏房就係劏房 ，OK？ 好，聽日再見，拜拜。